哈的，请喵咪打战争时间了。哎，那今天晚上九点半一样是我们的随便聊随便打环节喽。那今天本账要干什么东西呢？本账先来打一下我们这边的这个五告里海新世界好了啊，继续来打一下我们这个撑传奇关卡啊。这个我们这个什么零传奇吗？蓝色的它叫什么忘记了哦，应该是零传奇关卡吧，对不对？对，零传奇关卡。来，上次基本上打了完了这个黑白座运河啦，今天就来看一下这个洛西护城河，看一下里面是长什么样子哦。然后我们继续用我们这个路煞初级，好不好？应该是没啥问题啊。洛西护城河 ，Let me see see， 看一下里面是什么东西。因为最近基本上有观众投稿的那个影片啊，好像是打到这个关卡的这个最后一个章节，好像有那个莫名其妙的这个很酷炫的敌人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这边的话，可能最近跟先加码加把劲一下，看一下能不能赶快打到后面去。好，这边的话基本上是一大堆的这个刀疤黑猩猩，还有我们这边的这个波动鱼尾狮哦。那波动鱼尾狮比较麻烦，就是因为它会有波动哦，然后它就会就是一直打掉我们这边的一些那个该怎么说？小的这个炮灰 ，Oh my god， 我的天呐、啊，这个刀疤星星是不是来的有点快啊？我们现在可能要尽可能赶快先把那个什么，先把鱼尾狮给打死。那我在打的时候真的是很难，就是边打边切换，就是那个加速、欸，因为它基本上好像只会判定就是你按一格东西这样的概念。因为我们这边的话，只要你我看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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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关铁定一定要带那个，铁定一定要带波动的哦。疯狂狂来，好不好？什么都一直来，鱼尾狮来，然后刀疤星星也来，然后还有我们那边的那个谁，哦，厉害了，我的天，路煞拜拜，路煞下去了哦，来啦，我们这边的抗波动大将军，好，我们直接让那个零号机出击，应该是没啥问题的哦。只要有什么比较麻烦的这个波动角色哦，出这个零号机应该就完全没问题了。然后只要守住这个波动啊，我们应该就可以就是用这个那个这边的这个军团啊，把那黑色猩猩跟我们就是那个鱼尾狮给他打死，应该是 OK 的。因为它是波动啊，它不是那个什么，它不是那个裂波，不是裂波就会比较好一点点。好，没问题。待会的话，我打死之后呢，赶快先出一只，没问题。零号机出击，帮忙刷新一下那个，就是这边的这个零号机的这个初级 CD 哦。完了完了完了，好像有点出事情哦。完了，出事情了！不是哦，这群刀疤猩猩怎么那么狂妄啊？我的天啊，可能要出一些打黑色敌人的东西嘞。哦，硬个邦邦哎，我的天！啊，加上这边又有这个，哇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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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是我们应该要出初音啊？我觉得初音好像还是一个比较好去抗那个波动的角色，对不对？死定咯，完蛋啦！哎呀，怎么这样？哭了。好，没事，零号机这边下来，换个初音好了。来来来，初音好像因为它站位置更远一点点啦、啊，哦，所以应该会比较好搞一点点。然后初音弄完之后，我们还要带一个那个。带一个打黑色敌人的吧，哦，黑色敌人的角色，黑色敌人，看一下最近有什么新的厉害的这个黑色敌人角色可以让他们出场的，看一下哦，比较少出击的有没有谁？长下包八戒，好，没问题，就靠他了，好不好？最近这个八戒应该没啥问题啊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让我们看一下哈。夏日八戒的威力好不好？来喽来喽，夏日八戒，这个等那个黑猩猩他们出来之后再说。那我们这次应该可以先把那个初音留到比较后面出吧，好不好？等那个鱼尾狮过来的时候再出。OK， 八戒来一下，八戒冲喽，好像不行哎。哎、欸，哭啊！哎、欸，怪怪的，怪怪的，这星星到底怎么样？怎么那么欢腾啊？我靠，完了！刀疤星星感觉有点太多姿的感觉、欸，所以就很容易就直接把我们给打死了。我的天啊！哇，初音，初音，撑住，初音，初音，撑住！好像有点哦，好像有点，好像有点，再撑一下就好了。拜托你！哎呦呦呦呦呦！刀疤星星挂的应该就没啥问题了哦。可是那个鱼尾狮是不是一直打我们的塔、啊？
好像是哎、欸，对啊，他要掠过我们，疯狂打我们塔哎、欸，哦，终于死了，可以，哇嘞，我的天啊，可是我们现在走太前面，好像都会被这个异星树懒给打死哦，大家小心一点点哦，可以打到后面去就 OK 了哦，初音继续加油，哎呦，新生代这个抗波动王。你们觉得谁才是真的抗波动的这个厉害角？你们会选零号机还是选初音？我觉得这两只的话，感觉现阶段的话，我应该会先选初音诶。我觉得初音的这个站位的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好一点点。你们怎么看呢？也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啊。我觉得目前来说，零号机跟初音两只都不错哦。但是如果单选一只的话，应该目前来说我会给这个初音蛮高分的。还是我们小朋友在做选择，要就这两只。干嘞，好像真的必须要出两只哎，搞什么鬼啊？怎么又输啦？哇哦，好，没关系，我这边出两只好不好？这边，发接下来好不好？然后零号机出上去，然后再派一只打黑色敌人的那个大地藏好了，好不好？天哪、啊，哇，这关卡怎么卡这么久？这个看看我猫先下来好了，然后大地藏走起。嗯，拜托了，打第一张 ，nice， 感觉应该可以吧，这样子，来啦，拜托，走起走起，先来个二人组，然后发飞脚猫，零初号机可以先出啊。拜托了，我觉得那个刀疤星星确实是挺尴尬，好不好？刀疤星星很尴尬，太强了。零号机，然后现在应该是 OK 的，待会再出一个那个，出一个初音，加速关掉，不想出事就是关加速，没有错，关就要完蛋啦。那待会有钱，当然就是。那个大地藏直接出出去了哦，大地藏，拜托，好紧张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，老哥，拜托了，开扁，可以哦，好 ，nice， 5900 ，go， 哎呦，完了，零号机，走起，拜托了，大地藏，可以哦，开喷，开喷。可以可以可以，鱼尾狮爆了，一切都好说了啊、哦！但是我觉得，如果是这两只选一只的话，应该我目前来说还是会选初音啦哦。但是两只的话，基本上应该都带会更保险一点点。然后如果想要再更保险一点，你就带那个章鱼狐猫哦，就会更舒服一点点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啊怎么两只都挂啦，老哥？两个抗破洞都挂啦，鱼尾狮又来啦，我的天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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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难道这两只不够吗？还要再一只是吗？完了，这样好像有点尴尬哦。只能想办法看一下能不能把那个谁，把那个绿色那个异星树懒先打死，不然就会尴尬了哦。要不然就是零号初号机这边赶快把这个鱼尾狮给轰死，也是有机会。哦呦，我的天哪！这个刀疤星星怎么一直来一直来啊？干嘛？很恐怖哎、欸，一直来哎、欸，又可以再出一只初号机了哦，稳上加稳，可以再稳两只初号机，白多了，哎呀哎呀哎呀呀、哎、呀，哎呀完蛋了啦，白痴哦，这抗波动了怎么死这么快啦？又来又被咬又被咬又被咬了，我的天哪、啊，老哥，不要再搞了，怎么会这么？哭啊！干嘛？好，逼我的，好不好？逼我的第三只，叫个那个草长出来好了，好不好？好啦，三只抗波的，来啊，来啊！这只也可以，好不好？来来来来，跟你拼了！然后开个 Max， 洛西护城河，真的是很妖了个修哦，好不好？金驾喜妖了哥修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来来来，我看看哈，来草长，
完了，我觉得超弹要爆了。手机不行欸，怎么会这么难打啊？真的假的呀、啊？福音，我哭了。啊，我们这一次没有带那个二人组，好像伤害又打不太起来，对不对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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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完了真的完了，真的好像要完蛋了。你看，疯狂一直被往后打，我的天啊！所以那个谁啊，那个二人组好像也蛮重要的、欸，是不是要带那个啊？宙斯啊，宙斯来轰一下鱼尾狮是不是比较好一点点？好像会比较好一点点哎、欸，不然你看我们这边真的是被他弄到一个不要不要的。而且这边那个黑色猩猩他们也是很尴尬、啊，一直搞一直搞哎、欸！别再搞我们了，拜托了，快去死吧，鱼尾狮，求你了，我已经没什么东西了。然后零号机是不是又挂啦、啊？真的耶，白痴哦、喔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啦？靠！啊！哦，我觉得这边再放一次宙斯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放宙斯，先解决那个小王八高子应该可以，好不好？哇靠！真的假的啦？我的天哪、啊！有炸米恐怖吗？有炸米恐怖？吼！我的天！你来来来！手机。反正待会就是鱼尾狮跟那个宙斯的大决战，好不好？应该是比较好一点点的，让那个宙斯来解决一切这样。然后 juice， 我觉得黑色刀疤星星也是很机车哎、欸，我零号机怎么又挂掉啦？我的天哪！但其实他们是真的很强啦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在负面行销角色，那也没办法，各位。哇，宙斯这个先轰了这一发，鱼尾狮这边怎么办？鱼尾狮这边要轰啊，宙斯，拜托你不能死哦，你死我们就没咯，干嘞！哎，我的白痴哦，我的第一下跟第二下都没有打到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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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觉得大事不妙哎，你们怎么看？拜托，轰两下还没死。而且我们的抗波动角色都挂了，哇！我的天哪、啊，我头要痛死啦！哭啊！干嘛？哦，有，这边至少还是打了一波这个，不是，那个刀疤星星在哭腰哦。好啦，我现在要带多一点那个打那个超兽的了，不然真的动位条了，各位。白痴哦、喔！这是白痴哎、欸，到底在干嘛、啊？